大哥唔好啊！唔好。唔係幾舒服，呢堂唔教書啦。Miss 啊，你好多堂都冇教書噶咯喎。佘子林，邊有佢咁多時間？坐低啦。各位同學，就嚟考試噶啦，你自己温習功課啦。唔識嘅就問左右隔離啦，不過千祈唔好問我。咁樣教書都有噶，咁攰啊！梗系啦，琴晚打麻雀打天光唉，琴晚啲牌都唔知点嘅，铺铺清一色俾人截咗胡啊，输我成七底几啊！我啊，够系啦，我都输咗成六底啊！梗系啦，唔通次次都三娘教子咩？俾次老豆教女都得啩？唉，今次乜事都俾你報曬啦。Miss Lee 啊，你今朝都係咪又話唔舒服，叫班馬騮仔自己温習啊？梗係啦，輸咁多錢，仲邊有心機教書啫？各位同学，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们，你今次的历史测验全班都合格。各位同学静一静，各位静一静，而且今次还有一位同学拿了百分，这位同学就是佘智霖了。 Missy 真的你成績比上次好咗幾多？少啊，咩事啊？阿 Miss 啊，喂，你哋唔好嘈住先啦，等我問啲嘢。Miss 啊，點解人會有妒忌心嘅？點解你會咁問嘅？哦，我想知道呢三個字點解啫嘛。哦，人嘅本性係有自私心嘅，當有利益嘅時候咧，佢就會有安全感噶啦。
假如到了没利益的时候呢，他们就完全没有安全感的了。那谁令到他没有安全感，他就妒忌谁咯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出去出去出去，阻住晒，阻住面试开休息，快出去。那我们先走先啦，一时我们走先啦。Miss Lee， 其实未有得他们问咯，都不是很紧要的，而且我都不是很想休息。你不想休息啫，我想休息啊，懒咳你。麻雀摊冻咁耐啦，校长仲未嚟噶。系啦，佢平时听见有麻雀打啫，都唔知几准时嘅。啊，我记起啦，佢话今日下昼搵个校董，好似唔知商量啲乜嘢咁样嘅。我谂佢会迟啲嚟。诶，搵校董商量啲咩啫？我想他们九成是商量的，我们学校呢训导主任的空缺应该由谁来做了。是的，我们学校训导主任的位置都空了很久了。其实什么商量啊，我校做了这么久，就算没有工都有劳啦，何况我和校长有这么久同事，这个位置非我莫属的。不过最近来了个何先生，校长都挺信他的，话唔定啊，会俾佢做嘅。系，何先生教啲学生都几好啊！嗱，啲学生又听教听话，咁校长俾个训导主任佢做唔奇嘅、啊。就系咁，我先至担心，佢嚟咗三个月都唔够，就抢晒我啲镜啦。咁样对我威胁性好大噶嘛？咁又唔怪得你咁憎佢嘅，校长份人咁糊涂，话唔定真系俾佢做训导主任噶。咁你放心都得啦，我有办法令校长唔信佢嘅。你有咩办法？系啊，一阵间校长嚟到，打完牌你哋咪知咯。入嚟啊！请坐。校长，你有事揾我啊？系 ，Miss 学。呢一次 Form One A 班历史测验，听讲全班合格，而且成绩好好啊，系咪啊？系啊。听讲呢次测验之前，你事前俾咗好接近嘅範圍俾佢哋，所以佢哋全班合格，係唔係啊？唔係啊，我冇俾範圍佢哋喎。如果你唔信，你可以問下班學生啊。佢爭住你，邊個肯講啫？校長，我的而且確冇俾範圍佢哋咧。如果你冇俾範圍佢哋，點解全班都合格㗎？佢哋肯温習，咁你個個都攞到高分咯。Miss 可，我话俾你听啊 ，Form One A 班历史测验从来都冇全班合格噶噃。就算系咁，都唔可以证明我俾范围佢哋噶。Miss 可，希望系咁啦。唔俾啲顏色佢睇下，都唔知我犀利。你估佢知唔知係你搞鬼噶啦？知道又點啫？開講都有話猛虎不及地頭蟲啊嘛。咁又係，佢今次真係鴨仔食黃連，有苦自己知啦。唔係，佢仲以為自己係萬世師表添。今次我真係少少懲戒啫。
下一次佢就知死啦。乜你仲想煮多佢一次米啊？哦，唔系点识得我心头之恨啊？唔好啦啩，我睇不如就咁算啦。其实阿何先生份人都冇乜点啊。算，总之我一定要佢扯啦。一次唔得就第二次，第二次唔得就第三次，我一定要佢扯噶，睇佢做得几耐。Miss Lee，你咁样过唔过分啲啊？我唔理得过唔过分噶，总之我做训导主任呢个位，其余嘅嘢我乜做得出噶啦。咁啊，你唔啱啦 ，Miss Lee。嗱，一嚟佢又冇得罪你，二嚟校长又冇话俾个训导主任佢做。其实我认为佢呢种教学态度好值得我哋学习添啊。系啊，不如就咁算啦。算，冇咁易算数嘅。我唔讲你都唔知咧。原来你班长 Miss Ho 啊，读书嗰阵时啊，时时都出猫嘅。你有一次啊，佢偷同我个手表喎，结果咪俾学校开除咗咯。你怎会知道 Miss Ho 咁多嘢噶？因为我识得佢，以前教佢嗰个先生嘛。我一定唔信嘅。谢志林，咩事啊？有咩事你咪讲咯。Miss， 我点都唔相信噶。Miss， 你一定系讲大话嘅。你以前一定系个好好嘅学生嚟噶。我真系明白，点解佢咁同我过唔去。Miss 我。而家好多先生向我投诉，话你喺班学生面前重伤佢哋噃。校长，我点会咁做啊？我每次上堂都嫌时间太短嘅，我仲点会咁得闲去重伤佢哋啊？其实我同佢哋都冇心病噶，点解佢哋会咁样讲我嘅 ？Miss 可，你无谓辩驳啦。呢一次我可以原谅你。不过你以后要注意至得。校长，你怎可以听到人家片面之词就给了莫削的罪名我的呢？你这么不公平，我不服的噃。事实俱在，怎到你不服呢？以后如果你这样，你不要怪我不客气。莫削友，这些简直就是莫削友。校长，我觉得大家对我的成见实在太深了，我现在正式向你提出辞职。好，随便你。各位同学，其实我真的很不舍得离开你们的。我离开了之后，希望你们给心机读书，不要因为我不在这里就疏忽了功课。何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再见。何老师，何老师，各位同学，我哋要问下校长，点解要赶走何老师？我哋要校长留翻何老师喺度，边个愿意跟我去见校长嘅？我去。校长，我求下你啊，千祈唔好俾 Miss 柯走啊！系啦，校长，千祈唔好俾 Miss 柯走啊！你唔使讲啊，呢啲唔关我嘅事，呢啲系 Miss 柯自己辞职嘅，你哋唔好理咁多事干，翻翻去上堂啦。校长啊，我求下你啊，
我都話冇講咁多啦。如果你再唔翻去上堂，我記你嘅過喎噃。仲唔去上堂？走啦！咁樣係咁係佢唔啱啊！啊，嗯，好好好，總之我應承你啦啊，總之佢翻嚟我話佢啦，嗯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嗯好好好好好係咁，嗯，喂阿林，做咩事啫？冇嘢。冇嘢？眼湿湿咁，一定有嘢嘅，系俾人虾你啊？边个虾我哋阿林啊？吓，阿林，话俾人埋听，边个虾你？冇人虾我。冇人虾你，虾咩啫？阿林，咁你虾咩啫？个？我哋个班主任走咗，以后都唔会教我哋噶啦。切！呢个班主任唔走咗，咪走咗咯，使乜为呢啲咁嘅嘢嚟喊啫？喂，你以前咪讲过你哋先生冇心机教书嘅？但我哋咁多个先生，我哋班主任系教得最好噶，而且佢对我哋好好嘅。阿林，如果你个班主任对得你哋好啊，佢点解要走啫？佢系俾人逼走噶咯。佢俾咩人逼走啊？俾我哋个国文先生。你国文先生？佢系咪姓李啊？系啊，你点知噶？啱啱姓李嗰个先生打电话嚟啫嘛，佢话你喺学校好曳喎。佢叫我聽去見下佢添。我哋邊度有曳啫？我不過同班同學去 A 下校長，叫佢留翻班主任喺度啫嘛。你点做先生啊？唉，你又似嚟，咩咁嘅人都有嘅，真系。咩事？今日去做咩啫？阿嫲，今日我去林君学校嚟，我见到嗰啲先生完全冇心机教书嘅。哦。我嬲起上嚟闹佢一轮啦。唉，阿杰，你又唔好咁冲动得噶。咁牛精，一陣嚟到連阿林都冇書讀添。大哥，咁你有冇叫校長留翻 Miss 開喺度啊？我同你個校長講都冇用噶。不過你又唔使怕，我一個人同你校長講嘅話。佢實當我傻噶，但如果成班家長一齊去同佢講，佢冇理由唔理啊！得，我一於發起一個全班嘅家長簽名運動，要你嘅校長，要留翻你嘅班主任喺度。
请入嚟。校长，我就谢子杰啦。请坐。唔该。校长，呢一份就是 Form 1A 全体学生的家长签名，我就是代表所有家长，请校长你挽留何先生。如果不是 Form 1A 所有的学生都决定转校。是啊，我们决定转校的了。校长，我实在忍不住，我要将这件事的真相讲出来，如果不是我对我自己良心都不住。陈 Sir， 你不用阻止我了，我一定要讲。校长，我都可以做证，其实一切的事都是 Miss Lee 在这里搞鬼的。你哋真嘅？成个乖晒喎，仲咁有礼貌添啊！阿嫲，梗系啦，阿林最中意嗰个何先生，而家升到训导主任喎。哦，怪之得啦。大哥。嗯。我今日派咗成績表啦，俾我睇啊！等我睇清楚幾多科目格啊！咦？啊，林居然啊！居然點啊？冚唪唥紅雞蛋啊！啊？哦，唔係喎，呢次阿林居然科科都合格喎。咩話？科科都合格？係啦。啊，阿林，你真係進步得快喎。有咩辦法啦？阿林最喜歡那個何先生，一升到訓導主任啊。哦，唔怪之得啦。一家慶唱聚，歡樂滿堂，歡笑亦無憂，心中開朗，喜驚怕世事，虛偽渺茫，兄與弟同心，理直膽壯，莫畏艱難，不必膽喪，立志比天高，捱下啦細佬，一生嘅抱負，喜願永藏，想美夢成真，搏命苦幹，莫畏艱難，不必膽喪。
自比天高，挨埋啦！一生嘅抱负，喜愿永藏。